弥迦书第三天。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祝福你，每日亲近神，神赐给智慧、平安和喜乐。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祝福你，每日亲近神，讨神的喜悦。弥迦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做仆人服侍人。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弥迦书第三章，神透过先知严严地责备两类人，首领和假先知。这里所提到的首领，指的是那些有权、有势、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圣经责备他们运用自己来自地位的优势，不但不以公平公义服侍人，反而为自己的利益屈枉正直，收贿赂，剥削百姓，颠倒是非。而公义的上帝宣告他的审判，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里提到，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因此当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有影响力的位子上时，请记得，这是出于耶和华。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个位子上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任意妄为的作威作福、自求多福。如何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呢？
圣经提醒我们，第一是公平公义，而不是营私舞弊。记得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不做害羞的事。记得圣经说的，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更进一步，圣经提出一个属灵的原则，在神给我们的位子上做仆人服侍人，不是作威作福，不是膨胀做大，而是做仆人。神在你现在的位子上给你相当的影响力，相当的权力，你如何面对神给你的角色呢？另一方面，神在经文中责备侍奉他的人，服侍不是为神，而是为自己的利益。经上说，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这是多可怕的光景。今天我们多多少少也都有一些侍奉，也求主光照我们，我的侍奉是真心全心为主，还是也有一些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兴趣，为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的表现。今天神是否也提醒我们校正自己服侍的心态，免得有一天渐渐偏离到像当年的先知一样，不但自己招致祸事，也使别人蒙灾。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提醒我重新调整自己侍奉和生活的态度，求主帮助我单单为主而做，为主而活，讨主喜悦。感谢主，奉主的名求，阿们。导读神的话，弥迦书三章八节，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阿们。感谢天父主耶稣，我相信当我跟众人分享的时候，我是借着由你而来的灵在我里面，使我满有力量，满有公平，满有才能。阿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借着你满有力量，满有公平，满有才能。哦，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阿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你，因为你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可以使我满有力量，满有公平，满有你的才能。Amen。 是的，主耶稣，感谢主借着你的灵充满我，是的，我可以向我的弟兄姐妹们用你的话语劝他们改过他们的过犯，是劝他们指出他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是的，主，我们愿意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那位赦免人罪恶过犯的神。是，主啊，我们也要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知道你自己亲自给我们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阿们。谢谢主，因为你满有力量，帮助我们可以重新站立的稳。谢谢你也借着你的圣灵，叫我们可以凭着你的爱心在主里说诚实话。Amen。 可以指明我们弟兄姐妹的过犯和错误。 Amen。 Amen。 是的，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来服侍你，服侍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是借着从你而来的灵，使我们满有力量、公平和才能，让我们能够放胆的来说明主耶稣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功课。哈利路亚。
主，是的，我们是借着你的灵来说出你要我们说出的话。嗯、主啊，当我们、哦、说出你要我们说出的话的时候、哦、这些弟兄姐妹就知道你的灵也要进到他们的里面来成为他们的帮助及保护。是的，主耶稣，再一次谢谢你，唯有你的灵方能成事，叫我们满有力量和公平。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